评审老师好，我是五号。然后我们今天要带来的歌曲是《胡桃夹子》。张开双手，他垂着头，可他从来看不到这周遭。他站住双脚，他冰冻着脸庞，他不曾察觉眼中的迷惘。红尘的镜子里面，困住一个人，触不到时光里的温度，胆怯的心跳，骄傲的头抚平的只是孤独，观望着喜怒哀乐变幻的故事，它注定被寂寞囚牢。他反复逃离，反复失落，反复痛心冷落魄。风触碰悲伤，带不走痛，可他早就不在乎痛不痛。张不开的口，再咬不开外壳，它决然抹去全部的存在。红尘的镜子里面，困住一个人，触不到时光里的温度，胆怯的心跳，骄傲的痛，抚平的只是孤独，观望着喜怒哀乐变幻的故事，它注定被寂寞囚牢。它反复逃离，反复失落，反复痛心落魄。不再相信情绪，它控制未知的世界，对峙冷眼，它影响家乡的仇敌，怀疑谢谢。